亲像着安全防护的这个设备，民众来慢慢啊被吊悬，接续一个无注意，就快速来坠落来，然后人开始来海震动。这个宽度有15米，这个海的幅度超过160度的大坎丘，体验过的民众人是相当爱，搁相当惊。很刺激，非常刺激，觉得比海盗船还要刺激。对，就是在牵上去的过程很紧张，然后放下就觉得离心力很强，就很可怕。在最高点的时候都会很可怕这样子，但是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只记得叫，也就是脑袋一片空白。但荡两下之后就还蛮享受的，还蛮舒服的啦。其实荡两下，说实在的。伊这个名叫做极限大摆荡的是新市石鼓文创园区利用藤树古月设备来打造。中秋年假是尊气氛温的吸引真济民众来体验，大家感觉讲相当刺激。那呢，这个160度的一个极限大摆荡，其实它就像是最大的一个荡秋千，以没有船的海盗船这样子的形式，带着大家一起体验哦。摆荡的幅度呢，达160度，也是全台湾摆荡幅度最大的。那高度达这个5层楼的一个高度。你说的夜景的科幻，是个文创很酷的景点嘛，开始在回流。并且第二项是连假假500元要上路，很酷嘛，推出着相关的优惠。那呢，迎接接下来的国庆连假期间呢，搭配我们的振兴5倍券的方式，我们全部的票种都有95折的优惠，而且呢，我们入园采取一票玩到底，带着大家一起参与我们体验式的文创，从极限表演艺术跟糖业文化，都可以在我们石鼓仁堂文创园区一次满足。你若是想要体验这专台上大海看秀的，当利用着假日的时阵，今日在是国文化园区，伊园区其他的体验设施，主要500元，阁会当有95折优惠。南天新闻台以下连接采访报道。